会的呀，我跟你说，大就魏是晋这样难的。道也深知中国的《孙子兵法我不是你错了，这叫为官之道，是不是？养寇自重呢？现在还就是的是，呀，你们"养寇自重"四个字，大魏晋肯定学的不错，有点实力。这对不个的对？确有点屌。如果没有山贼了，这些官还有什么意义呢？没错，对不对？很有道理啊，对这个吧？道理我觉得。皇上还拨什么军饷给他呢？啊，不要说了，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去怪大维京了。大维京做的他一也切是也为了是为了自保住己自己啊，口饭。对啊，没错的呀。飞鸟尽，良弓藏，你听到没有？对的，对的，没错的。不不愧可是能，大维京啊，果哎呀，然是深谋看远虑。长远啊。他每次改的版本，你们都会觉得有一个地方特别他妈别扭。他们怎么会改成那么傻逼？是个人都知道，你以为大维京看不懂啊？那么暴雪那么多平衡小组，那么多人都不懂啊？就我们懂了，就我们玩家比暴雪聪明哦？肯定不是的，对对的。吗？都有他深刻的道理。大维京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和他们团队的他饭们碗，团这个队一已口经饭碗没没办错。法。我跟你说，有时候被骂一骂就算了，骂一骂有什么了不起吗？反正有口饭吃。这兵下来就一个两兵营啊！死了呀，这个。哎，这个我觉得，哎哎，他找了，他找了，干嘛找了你我就能守住？我不信。不，他至少比他妈三基地下去要好很多，啊，这也是。对不对？你，我找了，我这个地方如果我防不住，我至少可以把基地退了，我出蟑螂好了。没有，主要是他不是死神，他是枪他兵，家里面所以说蟑这螂，个还对是啊，他家里面蟑螂塔已经放下来了。能守的，这还是能守的。他刚才那个农民真的救命，第一眼就对看对到这对。个了。书本这个开局就是我最新研究的九阳神功的开局。哈，你不要再吹了，好不好？哎，就是这招呀，我告诉你。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进去一个，哎呀！哎，一个已经没有用了哎，呀。无所谓，无所谓，蟑螂出来就没问题的。这一对啊，个一又打个不了基地的。一个打得了几个地血吗？我现好了，在现我在外就面都截后换。援，就截后援。你兵运操作再好，你还是要死几枪的呀。这死肯定要死，但能拖点时间嘛？啊，这样操蟑螂作出的确来了呀！是有点好。蟑螂已经出来了，而且第二个地堡没好。好，你现在进去四个机枪。这个没用了，地堡已经好没不用了，了。骑兵直接开2G地的。啊，蟑螂已经出来了。哎，这个时候他要是经典的绕一波狗去别人二矿才经典。不，绕不了，绕不了，这波绕不了。不是，我说他绕一波狗出去啊，那才叫真经典，我跟你说。绕不出去，没有这个意思的，我告诉你。我说嘛。两个人操作都很机智。对。不过他有这波狗呢，破这个地堡快很多，倒是。对。啊，毕竟这个地堡好不了，好不了，门口再堵个房子，除非。上面一个地堡。他毕竟已经想通了，他已经觉得这个下面估计守不住了。对，他现在就下面这个基地尽量拖好，对吧？基地基地拖好飞走，有机会修好，有机会。应该可以，因为下面有那个机会。堡好了，所以说他家里可以面这拖。出的机枪全要死啊！这有点亏，别出来啊！这机枪。不，他拖时间呀，你如果不出的话，刚才那波狗什么的过来的怎么办呢？哎呦，对不对？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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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好了，基地好了，没事。啊，这基地肯定能好，那就差一下好吗？没好就尴尬了。没好再拖个农民下来，这怎么办嘛？拖两个，拖三个，总要肯定要好强行呀。修好。这兵已经很难打了，这局势。对。这个局势如果兵还能够翻盘的话，对不对？翻书本有点难，书真的。本这个属于真的，让他占了优势，他本来就可以无脑暴兵跟你对脸的。关键书本现在这个火蟑螂兵很难解决，他现在砸你房子也很难受。哎呀，对，没机枪吗？有机枪的呀，有毛，没机枪还打毛啊？输了呀，毕竟自己都输笑了，已经输了呀。1-0。哎，书本打冰云好像有点轻松嘛。那天，不，也战术的问题，这妈那战天术的问打题。VS 哟，你看书本打冰云也是你妈的各种乱 A，冰云被 A 的怀疑人生的都快。冰云现在已经没有当时那么强势了，大家都研究他了，他已经没回不到以前那种感觉了，就不再靠前面的那段时间因为他的套路也就那几套。
对吧？就这几套变着打嘛。而且很多水友可能觉得，为什么碧云要这种野两兵营啊什么这种打法？其实我告诉他，野两兵营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的所有的战术，其实韩国选手啊都已经研究透了，他当然要求变。对。就说白了，他如果能够正常稳稳当当拿下比赛，他绝对不会去搞这种东西的，肯定是不稳，就那么简单。对，没办法，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在韩国很多选手跟他实力还是相当的，对吧？也没说他上来就碾压所有人，这不可能的。对。我书本基本功真的有点好，他最近不是一直在直播吗？我老看他直播，我就看他打韩服，你妈太轻松了。哎，他韩服第一，他妈的就之前他不是有段时间韩服第一吗？我感觉他 A 那种6500左右的水平。你不要吹书本了，书本这个高度呢，对我们来说有点太遥远。不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就看他打吧，也没什么，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反正你就感觉他就很轻松 ，A 两下对手就死了。特别打的这种人族，他就随便拿狗晃一晃，然后蟑螂一拱，对手就倒了。你妈的，这什么鬼？然后切出来6400、6500、6500的人族，这什么鬼嘛？你有点看不懂是吧？就看不懂啊！你妈的，为什么嘛？我们感觉你妈6400、6500的就无限强，他为什么就狗穿一穿 A 一下就死了？不要说6400、6500。6000分的人族，好不好？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神族也是的，你就感觉他随便投几个蟑螂，投两下狗，特别是打神族也是的，他不就提速狗开吗？提速狗开，然后两边投一下毒爆，然后正面一拱，对手就死了。哼，怎么莫名其妙了，你知道吗？这个跟他的运营和我们的运营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这个点就有那么多蟑螂。所以他赢了。运营是很猛，基本功也好，真的。这个东西呢，就完全是这个没话好说的，我跟你说。完全就是基本功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我就很感慨啊，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基本功？刚才看来他打了一场 ZVT， 那又为什么有那么低的智力？哼，那就不用感叹了呀，对不对？也是啊，上帝给你打开一扇门，必然会给你关上一扇门。你说的没错，正是因为有拥有我们两个这种智力，所以我们两个才达不到这种基本功的境界。不，你首先这句话有一个错误的地方，有你这样的智力就可以了，不要说我，因为我觉得我的智商比你高一点，你不要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了。难怪你的基本功比我还差一点。对啊，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也是个说法。基本功跟智力是成反比的，对吧？你的意思就是、啊、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我发现书本现在每一盘都是慢狗开，他肯定是掌握了这套开局的所有的这个细节。我也掌握了的呀，跟你说了，慢狗。但你打的没他好呀。是呀、啊，我基本功没他好呀。我跟你说，慢狗三开，这套就是九阳神功的精髓。你妈的！虫卵多的不得了，经济好的不得了。前期你也不要去开什么气矿，因为你拿气又没什么用，对不对嘛？也是。对手要三兵跳死神，贴三兵跳死神，你就用女皇跟他戳，然后你这个时候再补一个气出蟑螂。如果对手不是三兵跳死神，那就单死神，你慌他个毛？你把农民补满了再跟他打。这个打法最重要的是太被动。哎，虫就你给不了人族压力。虫族你想好了，你反正你都偷到底，你只要打防守。哎，你就说你敢不敢用这套打法跟厦门孙一峰打？为什么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如果你前期没有什么提速狗去吓他的话，哎呀，我现在打他打不过他。我现在根本就不用提速狗，打他狗一条狗都没出那天。你问他我是不是一条狗都没出，然后就只用蟑螂，拱得他你妈左跑右跑的，拱得他都想死了。他有一点最伤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吗？他面对蟑螂就感觉很无力。就说白了，打不来蟑螂的。是的呀。不，我告诉你，其实中国有很多选手都打不来蟑螂的。是的，蟑螂这个东西，你要过了那条线才打得来。
哎，我真发现现在碧云的所有的套路啊都在各种变。他没办法，他不变就被针对到死。肯定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轻松了。以前他就是两团兵打到底嘛，说白了。书本这个操作有点好哎，搞了半天好像没杀几个农民啊。碧云其实操作算很好了，就六个农民。这书本的操作能不能不要那么好啊？是的呀，你妈的！他刚才拉的那个农民的感觉，我真的是醉了。妈的，还围别人火车，你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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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还是要死，还是要死，再死。哎，可以了，可以了。你不死没天理了。只死了11个呀！你送了多少火车了？送了就看这个隐形女妖了。这个隐形女妖，哎、不，这盘冰晕的这个套路就是打乱节奏。书本不知道对方隐形女妖了，这个还是有点伤的。他刚才的确有点屌，那个拖农民。拖农民，关键是他等你那个攻击的那个 CD 啊，那个间隔算得非常准。你打他了一下，他就往旁边拖。对。好了，已经意识到隐形女妖了，但是这样的话还是要被杀很多农民啊。什么叫被杀很多农民？杀残好吗？至少五个起步。五个。太低估五个起步呀！求了下稳啊，求了下稳，17个农民杀了。他为什么杀了17个？他还有49个农民吧？运营啊，跟你说的，运营不在一个档次的。反正到我们跟他的运营不一样的。就反正我农民按到底，你杀好了。妈，现在杀了还有50个农民，我的天哪！不可能，在他的理解中，就是你骚扰我的话，我就开始补农民。我其他不，反正我也不出狗的，对吧？我也不出狗的，你别给我扯那么多。他永远按的都是农民，反正。那不就九阳神功第一式吗 ？SD。哼，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九阳神功，你这种……哎呀，这个就是九阳神功第一式呀 ，SD 按到满。无论对手怎么骚扰，你只要记住助卵 SD， 你的经济就不会落后。然后一波被人家打死啊！打死了是因为你九阳神功没练到第二重，好吗？不呢，这波其实骚扰完之后呢，我觉得书本现在来说的话还是个小劣。军坦虽然经济有点好，军坦稍微有点那个。哎，要是这样，碧云都被他妈的各种摁着打怎么办嘛？我真的感觉他运营好猛啊，又67个农民呢。碧云这个一攻一防的 timing 就这个 timing 的，对，就这个 timing 的。这两船兵我觉得能够打出优势啊，但书本的狗补的很多啊，他走龙狗毒爆了。这个飞龙塔放的位置有点二，不好说，看第一船第一个两船兵吧。书本现在不知道，哎，左边动了，书本的狗也回来了，机枪也不是很多啊，也没盾牌，没关系。第一波这防狗太多了，狗太多了。右边两个女妖好像被劫了。这所有地方都管得过来，这个也蛮有本事的。其实你说了的啊，碧云如果是这样投的话，那我觉得他一攻一防好了没意义啊。我跟你说了，书本有自己的过人之处，真的，我有种感觉，他比大可还要疯狂，大可打得比他严谨，你知道吗？这样的话，这一波必须要把兵合起来，要推一波，不然的话没用啊。史诗已经其实没什么用了。对啊，史诗我压我书本，妈能够拿5个亚军也不是随便拿的呀。也是。好了，看这波双线，这波有点伤哦，有点伤哦，这波甩的可以哦。哦，这狗有点多了，你连嘛，没有毒爆让你使用什么连？哦呦喂！正面，看正面。看正面，这波兵有点多了，有点。哎呦！啊！没滚到，反应还行。家里面被搞得有点伤了，书本这个地方又忙不过来了。就看能不能抗压了。你看这个飞龙塔的位置，我告诉你，待会儿不会被万恶淫为首吧？哎呦，完了，下面没了。哎呦，连弩，连压，
连不起来了，走了吧。连了。但狗马上到了。哎，这你妈杀了半天，他还是七十个农民，没杀到农民。哎，苏本这个抗压能力真是强。就看这边的拳的话，我的话刚才那波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可以确定告诉你们，我已经死了。你已经死了，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我很清楚那波的压力有多大。因为你两线都崩了。对的，因为他这个两线操作太好了。不是他管得过来，主要是，但这边不一定扛得住啊！这波，这波这话其实我的话我就会放弃。他不会放的呀，他肯定要硬刚的呀。妈，他是书本好吗？妈，他是屌炸天的。这种，我不信他还能扛得住。他妈后面还有毒包。没狗有毒包。斯克雷。再来。什么？哎呀！他挡住了。这。哎，这个引雷引的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了，两颗雷全部引到运输机身上。现在就军坦问题，这都挡住了，兵还要压，兵还要压。哎，但我告诉你，这波压了就威力不是那么大，两攻两发可以，两攻两发可以。哎，这个挡住有点，关键是什么？就如果你基地掉了，你挡住，我还觉得能接受的。他这个助卵真的屌。哎，别急，现在两攻两防了，碧云还是这一拳一口气接得死接不死的问题了。但兵的兵并不多，他抽了一条运输机去投三矿，推不动有点。三矿这里好像有狗防守，哎，你看他下面是不是有一坨吗？我感觉。对的。他这种龙狗独爆的，你妈的，我也有点遭不住，你知道吗？他哎，以前你是不是以前你就有点看不懂他两矿飞龙？的时候你就有点看不懂，当时不是看不懂，当时是觉得有点神奇。后面我也用他这个战术，的确，他这个两矿飞龙跳的比的确好。不是他的这个冲锋，我觉得也就大可跟他也差不多了。呀，我怎么卡了？不要卡呀，大哥！有流量，不要急啊，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有流量。看他这个怎么冲开这个阵啊？这个解放阵不好冲吧？那么多地雷，哎，别卡呀，大哥！哎呀，妈个屯的！这什么情况吧？我刷都刷不出来了。你也挂了？挂了呀。我也挂了呀。不用 offline 了吧？去看狗男女的吧，快点快点去看狗男女的。我去看狗男女的了。好，去看，你先去看。我先看狗男女的，虽然糊是糊一点，但是至少还能看啊。书本直接把他刚飞了，正面。刚飞了，正面这，哎，这正面怎么就刚飞了？这死了呀，我觉得死了呀。他妈的，他就滚脸了。关键他飞龙还在。我承认，冰冰在那波拉扯的时候呢，的确有点好。哎，我有点卡，我操。回来吧，我已经好了。好，三矿。我先把这波看完。啊，一船兵不够呀。家里面也守住了，三矿也守住了呀。你兵不够呀，狗已经到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冰冰就有点难打了。这个局势冰非常烈啊，应该运输机全倒了呀，非常烈。把刚才那波没推进去，基本上他飞龙就可以抽出来了。我们主要不知道他刚才没看到。那波怎么样 A 出来的？这波飞龙现在无敌了，我估计就是引雷直接冲出来的。这波飞龙可以无限的去烧，现在冰云要管的地方太多了。关键少量解放者还打不过这波飞龙。对你要这么打不过飞龙的话，至少要六个解放者。你现在解放者扯不了行啊！哦，点地雷点的非常漂亮，正面再推。这边不敢推了，现在绝对不能推。这个时候我觉得书本如果有点智力的话应该去转牛了，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他不会的呀，他就是龙狗独爆呀，打到底的呀，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吗？这种局势正常情况下转牛是不可能会输的。他不要呀，龙狗独爆呢，有龙狗独爆有点意外，就有意外性。他不要呀，但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运输机，他这个怎么推出来嘛？他就要龙狗毒包呀，我不管，我就要龙狗毒包，我要滚死你！你怎么推？啊，冰云现在也蛮无语的，我跟你说，这飞龙太多了。
现在就想在哪里骚就在哪里骚，绕你三框绕绕狗。解放者嘛，其实还不够啊，还要继续。解放者憋到六五个，解放者不够，要六个。啊，这解放者一直在被飞龙消耗。但现在其实飞龙已经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其实为什么现在大家不出飞龙的隐患就是在这里，就是你飞龙到后面被解放者一下秒了就很伤。看他怎么冲啊，这波冲锋怎么冲嘛？先引雷 啊引雷，没有运输机你怎么冲？我不信没有运输机你都能够把他冲死啊。比云这边人口也很高，两百人口有点高，哦，出门冲了，我杀了个去，那么多毒宝，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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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云没有运输机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要保持自己解放者，对，他被飞龙压住了。刚才那波交锋的时候他把运输机全部点了，出门给他这个扎针扎的太痛了。书本还在续飞龙啊，他龙狗打到龙狗毒宝打到底了。冰也冰虽然现在三攻三防，但是没有运输机这个问题很大呀，他至少要有个四个运输机吧。这么书本这种真的就我觉得打太耿直了，然后这就不转型了，就龙骨毒宝终于三本了。他放下那个了，感染虫了。万一他是为了他只是为了升三攻三防，老子不信他只是为了升狗的三攻三防而已，你不要，啊，他不是弱智好吗？不好说，不三攻三防是肯定要升，但你出三本好了，升三攻三防那你也不差这个。干嘛我就不出牛，我就是龙骨毒宝史诗五压我书本，你以为是假的了？我不信书本，既然你能连十个毒宝那我就出二十个，你能连二十个我出四十个， 你连呀哎，这种真的是你妈的太猛了，啊，其实碧云暴兵也很猛，真的。碧云现在问题他路一出来然后这波正面打不过就全送，他已经没什么气了，就全送的节奏。书本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不行我不行，这种地雷真的，你冲开这波，我告诉你不好说，飞龙没来，刚才这波我告诉你就是不确定因素了。大家等后面一波狗，还有毒爆，后面不对还有毒爆，推不动啊。但这波已经打回来很多了，他解放者续起来了，十四条狗一续。好，这波飞龙有点伤了，不好说，书本这玩意不好说。他这波飞龙有点这口气必须要顶过去，这波如果顶不过去就输了。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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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滚到了滚到了，他滚到了包，哎，滚到了滚到了，好了好了，还行还行。现在就右边那边框，很危险，右边那边框他能不能断？他肯定会去断的呀，很危险。这右边这边断了，冰云就输了。冰云右边这边框也不是。解放者现在飞龙打不过。他飞龙不会跟你打的呀，你不架我不打呀，说白了就是。右边这边框不是行星要塞，是一个很大的隐患。飞龙现在就在搞你这种框。右边那边框他主框飞上去的。对呀，啊，不是行星要塞，你现在解放者被飞龙牵的妈都不认识了。在飞龙就在后面截后援，烦不烦？哎呦，在后援截的，书本明显也不知道有这边矿呀。哦哟，说完这个节奏还打得很紧啊。只要右边那边矿被断了，那基本上就没机会了。好，他已经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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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直接就去断了。现在他出腐化就完了吗？飞龙我不出了，我出腐化。必须没钱呢，啊。我第一步还能守一守，还能守一守。损失很大呀，这不，这种两攻两防打这种三攻的，能拼成这样，我也蛮佩服他的。这样机器，哎呀，这是什么人嘛？这个，这有点强，啊。这书本是个什么人嘛？我重新连那个代理，你重新连，重新连。哎呀妈个，不会是书本？好，我重新回到那个了啊。
会。哎，真的有点猛，这个打的真的有点猛，这个基本功绝对是绝杀的基本功。如果他如果来中国参加比赛，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组能够 活过十五分钟的。他就滚脸的，我跟你干嘛？我谁能够活过十五分钟？你说说了的呀，就是书本这个人的基本功，我感觉是在大可之上的。他你妈这个暴兵太恐怖了，而且他敢莽，这个是最关键的。像大可有时候看中可能就不打了，他你妈不管他了，这就冲了，干嘛嘛？敢莽的确有点重要，敢莽这么敢字好吗？这敢字很重要的。这书本冰云可能要被零封零零封啊，可能3-0。这比赛就是波普的嘛？对啊，就波普、啊。决赛也是波普的，对的，波普的。我告诉你，这么打下去，反正现在冰云已经明显感觉到压力很大了。对。这个真的有点。怎么说呢，那天 VS 有冰云被书本打爆，我们还觉得可能是书本超神发挥，吃了冰云一波冰才打成这样的。这一盘可以说是基本上什么也没吃到啊，他就硬刚的呀，对不对嘛？没吃东西啊，就硬刚，老子就龙狗毒爆，你怎么样嘛？这是个什么人嘛的。好，提速狗开看这个图，提速狗开威力很大。他主要是怕冰云跳这个跳死神，冰云不是这种图都跳死神的吗？他这张图冰云喜欢两兵跳死神，不是三兵，两兵到三兵跳死神。哎，不过也怪冰，也不能怪冰云，因为他的所有的战术、所有套路都已经在布利杰抗的那全部都暴露了，全部暴露了，这个没办法了、哎，也够了，你妈的布利杰抗，你暴露点战术，你拿了$200,000，对不对？对的。也够。我想想看我职业生涯有没有拿到$200,000，应该没有吧？没有吧？你那个时候奖金又不高。我没有$200,000的。$200,000，120万人民币的。对啊，没有的，我没有的，130好吗？现在。对啊，因为你那个时候的奖金不高的，一般来说就1万-2万块钱人民币，3万块钱人民币一个冠军。对的，我大概，从打职业到。我退役大概我觉得拿个50万拿到的，50万肯定往上走的，六七十万吧。对啊，你得考虑到没有算，你考虑到通货膨胀，其实你还是差不多拿了那么多。什么叫通货膨胀？你这话说的，干嘛？你零几年的时候拿的20万跟现在的20万能比的？哼，说不定以后这个世界，卖冥币比人民币都要贵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考虑到通货膨胀，我跟你说，你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数，60万人民币，要是放到零几年，你到上海都能买套房了。好，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你职业生涯是很成功的一个选手啊！哼，好了，可以了，我们看比赛。这边冰雪选择了一个两传兵空投的战术。冰云是跑错位置了。上次 Sky 不是了解这件事情吗？他估计他在职业生涯拿着大概200万人民币的样子。没有，120多万。120万多万吧？他也就120多万，不可能吧？真的，他自己说的。我觉得应该不止。哎，真的，那个时候他奖金又不比你多到哪里去，因为他比你多很多啊。他拿个冠军也就几万块钱，5万块钱、4万块钱一届。哈，那你这么说好像，那这样说的话的确是那么回事啊。是的呀，那个时候你想想 PG 有哎$10,000的第一名，对吧？其实就$80,000人民币嘛，那个时候1:8还是，对不对嘛？嗯，$10,000人民币那个时候是不是天价了嘛？对的，那时候的奖金你就感觉无限多了，$10,000，你感觉就是最世界上最牛逼的比赛就是$10,000。
我们当时感觉其实奖金最多的除了 WCC 之外就是那个联想以前有个叫 IEST 16万人民币那个时候，对的，2万美金嘛，那时候那个时候感觉 IEST 拿了人生就已经圆满的成功了，没错。不，当时我们在打星际一嘛，当时 你要明白中国星际选手工资最高那个人才拿4500的工资，是的呀，你能一个比赛拿个16万人民币，那真的是天价了。零几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过得很苦的，是真的。啊，碧云是个标准的两传兵开局啊。嗯，先走出去，他其实打的也比较胆子比较大，可能对手比较强的原因吧。嗯，没办法，我跟你说，碧云现在压力很大。他这个走出去太快了，他为了抢节奏呀，没办法呀。而且他的运营是变慢的，他运出去五分钟才出来，他必须要抢节奏。他是一攻一防把自己逼一攻一防逼出来的。没有，这个标准的一攻一防是标准的。他刚才运营出问题了，绝对出问题。不要急，看这一波。没用的，这种两转兵嘛，六个女皇你有什么用吗？那为什么杰克去打我，我也是六个女王？杰克嘛，他就把你打死了。对啊。你有多少狗嘛？我啊，狗没狗的确没有多少狗，但只有十条左右。那你不死谁死嘛？哦，你他妈狐假虎威了，六个女皇就吓到别人的了。对啊，我打其他人都是这样打的呀。你能不偷的？是啊，我他一退对吧，然后一绕位置，然后我就这波能补出来之后我再补狗嘛。哎，你妈的，是的嘛，你他妈的太偷了，比我还偷。多补点狗呀，然后再补农民啊。哪里 我现在知道了呀。好了，来了，这三传兵啊，有点多了，书本狗有点少。地雷，书本狗有点少，可能要死。书本死不了，他死不了。他必须得虚，我跟你说吧，他的基本功真死不了。哎，我昨天跟杰基打完之后，我发现他真的好强啊！是呢，别人6400分的人族，好吗？我觉得中国也只有 I 可以一战了。杰克基是打的蛮好的，你不要搞得他在联赛里面很菜，怎么好像就大家打他就随便打一样。这冰感觉占不到便宜啊。便宜呢，刚才其实第一波交手占了点，占了一点点。但是你要说你占了很大便宜呢，倒没有。哎，你有没有种感觉，就是碧云好，这波要起飞了，这波要起飞了，三线。有没有种感觉，碧云被书本有点克？克也很正常的，就风格上有点克。哎，就跟斧王被那个嘎姐克是一样的道理。嘎姐被斧王克。一样的道理，没区别的，有什么区别吗？三线防住两线了，还有一线啊，二矿还有一线。好，这反应，他有反应，这反应，他有反应呐、啊，这什么人嘛？这个是个，这个反应太快了，来那一刹那，这个农民已经脱了。他小地图的很敏感，你有这种感觉吗？好，这边再来，他有防守呀。这狗回来有点慢呀，他现在就拖着呀。这个防空打了一个运输机了，立功了。第二个运输机不能死，这死不死有什么用吗？机枪那么死没了，无所谓。现在冰云就在强行的把这个节奏提起来，但我觉得没用啊，这不是送兵啊，都跟得上呀，这全线在送兵啊，这都跟得上呀，这节奏怎么弄嘛？是的，我就觉得感觉冰云被他有点克，你知道吗？爆冰又爆不过，然后正面嘛稍微怼不过，节奏还哎，就是节奏全部跟上了。对啊，这个才是最要命的。冰云本来最强的就是节奏嘛。哦呦呦呦，这个不能死。哎，我卡了。我也卡了。靠！哎，好了，有流量了。这三矿也没了呀。哎，这个莽夫，你妈的！就感觉碧云没什么机会啊，虽然碧云的多线的打的确很不错。好了，基地也打不掉了，这他妈运输机还要死。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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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啊，有那么多狗，真的，我就觉得书本你妈比大克猛多了，就没机会啊，感觉我打到现在为止，我感觉，你说冰云没发挥出实力吗？也发挥出来，多线也打出来了呀，什么都打了，操作也没失误，对啊，那就 A 不过，只能说书本的这个基本功比他更好，对啊，书本大喝一声，世界冠军是吧？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说今天冰云对着的不是书本，而是另一个不是特别强的虫族的时候，你们就会感觉冰云无限强，简直就是宇宙第一人族。是的，对不对嘛？对，其实就是书本节奏全部跟得上，然后正面暴冰还比你猛。对，而且我甚至觉得书本这给我的感觉是打得很粗的，比较粗啊。当然也不是说他不细腻，他还是比较粗的，多你知道吗？就一个字多，他比大可要粗多了。他兵多嘛是可以粗呀、啊，你兵那么多你也可以粗的呀、啊。他主要就领悟了九阳神功，你知道吗？骚扰的时候 SD， 这种雷里都有兵的，打你妹的这！不，他引雷很屌，真的很屌。是不是很屌？你妈一坨兵全引掉，老子拿20个去引雷干嘛？老子就多，我就问你屌不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哎，他怎么哪里都有兵嘛？冰云就明显感觉操作不过来。对的，他操作别人就是他猛操作，然后他这个打书本就感觉雷里都在被干。操作不过来了呀，这没反应了，已经正面在被打呀，哪里有反应嘛？他正面冲的时候才滚的，他也是做协同的呀。好了好了，这个局面就已经是不可能输了。这冰云其实尝试了很多种进攻手段，但从没有任何一种是有效，永远占不到便宜。因为书本到处都有兵，而且都有反应，这个是最夸张的。关键还会绕狗，还会绕毒爆。三光又被绕了，烦的一逼这种。好了，现在你永远吃不到书本的经济，对不对嘛？书本有60几个农民一直在爆兵，这种局就等牛出来就结束了，你没有办法，很无奈，神族，这就基本功没你好。书本你如果再细一点的话，为什么那么狂野嘛？哎，所以说如果他再细一点，他就无敌了。但是不，他不细不了，不是他了，主要细不了。对，细点就不是他了。主要细不了，这个是最关键的。他这个你妈的，为了暴兵运营，他肯定把所有精力都弄到暴兵运营上面的。哎，冰云最后冲一波吧，也就这样了。这三块也在打，但我觉得没有用了。来一个多线呢，牛马上出来了。这个点位冰云都压不进来，真的是跟不上。这个点位不就是冰云打大克的点位吗？对啊，一模一样的。牛可以冲了，直接强行加起来。冲两斤没都没补给了。我操，他这种躺着地雷过去的，这走我他妈受不了了，他怎么会就躺着地雷过去嘛？为什么要那么莽？哎，你稍微拉一拉嘛，大哥。我承认他是个猛男，为什么能那么莽？你妈的，就躺着地雷就去了，我不管，我要 A。好，九死一生，九死一生。这太莽了。他真的适合 F 二。不要说了，今日一战，书本就获得了许褚的称号。对的，太他妈猛了！什么许褚？典韦好吗？典韦，典韦，典韦，大可是许褚的。反正他们两个就是魏国两个大将。哎，变个房子把上面那个地雷清了，你会死吗？放一个牛房子，你会死吗？书本，我不要。他一定要逼自己的这种。各种防守多线，他就是因为这样逼才练就了这个妈的惊人的节奏，好吗？我不要，这就是书本的倔强。
不，这几波多线搞得很不错的，搞得不错了，这局势已经打回来很多了。哎，这个时候就又爆出书本这个智商为零的这个弱点了，真的太低了，这智力。跟你说了的呀，他是典韦。这两传一出击被烧的，妈妈都不认识自己了。我只会莽。哎，他们都说是虎吃许褚呀。许褚没智商的呀，这妈的时代真有智商不啦？的确没什么智商，不典韦也没有智商的，你会有典韦有智商的呢？典韦还有点智力，比许褚高那么一点点。这个真没智力，我跟你说。他的所有打法都凸显一个莽字。这个局势还不好说，现在还不好说。他就莫名其妙莽一波的。人族现在有三攻，而且解放者数量已经蛮多了，但是呢，没有四矿。这个四矿如果能猥琐起来，我觉得碧云就翻盘了。这个点位，书本也很难冲啊。就妈，碧云都推不过去，你知道吗？他妈绕牛打三矿的，老子遭不住了。妈一头牛别人都拿来防守的，他拿去进攻的，你遭得住吗？这时候他只要做好防守，对吧，也不要去打，别点腐化出来就赢了。对，等腐化出来做个正常人，对不对？你如果要从这个，你如果要从六点的位置，必须要从六点位置架过来，可以，我四矿不要了，我直接给你换家，你也不要好货。这个位置我不信他还能冲，那这位置就算是典韦也不可能会冲的好吗？好了呀，换个位置了呀，大哥。那这种解放者怎么冲嘛？我靠，顶着你妈一个解放者去割别人农民，好了，去上面踩嘛就好了呀。算了呀，算了呀。他还出了飞蛇，哎，他们现在这些韩国的虫族都在出飞蛇。飞蛇是对的呀，拉呀。我靠，这个加血！哎，如果书本不乱冲早，他的智商，他的智商又为零了，我估计。我说他不乱冲早就赢，对不对嘛？是早赢了。他刚送了多少兵啊？呀，我怎么又卡了？你卡了吗？没有。我代理可能挂了，我换个代理。好了，兵推出来了。这一波就最后一波了，真的是最后一波了。这波有腐化了吗？飞蛇没有腐化，应该马上。但是有两个飞蛇够了。对，你一共才六五个解放者，六个解放者够了。我靠，一头牛！哎呀，大哥，大哥不要卡呀！我看高清的，我看高清的。好了，就这波了，冲不冲？哎，但我觉得没必要冲呀，别冲呀，我绕去换家不就完了吗？不，你把兵的四矿绕到了，对不对？再去三矿绕一波，等着他来冲你，不是挺好的吗？对呀、啊，这有什么好冲的吗？他拆你上面，对不对嘛？下面踩就好了嘛。你再拖点时间，把自己的腐化再憋点出来，不就好了吗？妈，他我觉得他要冲，不行，我他妈的是书本。老子典韦冲了，冲了，冲了！老子典韦，他冲了，我看不懂了这种局势。你妈的，他为什么要冲、啊？我真的是服了，这种都能冲！你妈摆了一个解放正大冲去被人翻个盘，没有啊，冲开了呀！干嘛？我是典韦，我不能冲的。这你妈！哎呀，典韦好不好？不是当年哥武器被偷了，谁敢干我？哎呀，这是个什么人呐、啊！我操！这他妈这种都要冲，老子看不懂了。他明明把别人四矿绕了，你再去把三矿打了就赢了。
哦哟喂！我不管，好死了呀！典韦，武器被偷了呀！死了死了，典韦也死了，典韦也死了。妈逼，冲这种阵型，你不死谁死啊？典韦也死了，该死！我靠，智力太低了，你妈！这种智力怎么打比赛嘛？我承认他很勇，真的很勇。我也知道他很有，他农民从左边一跑，把别人两矿一断，对手也没经济了。然后你反正还下面还有一片矿在踩，你慌个毛，等他来冲你嘛就完了呀。是的呀。妈逼晕也懵逼的一逼，你信不信？妈这都赢了，这怎么赢的嘛？为什么会有智商那么低的人？我真的是醉了。好了，翻了翻了，书本已经没收住。这都能翻，我真的是。哎呀，遭不住了。他是不是为了比赛的效果嘛？我猜的效果很不错。妈的，但你绝对是个弱智。我赞助商跟他说：“你这打太快了。”哎。哎，这种被让二追三，你妈不搞笑了吗？我觉得让不了，让不了。妈的，难怪接班人那么欣赏书本。接班人每天跟我说书本有多强，你妈他欣赏的一逼。妈的，原来他在这个书本的打法里面看到了自己。特别是这种冲出那个什么，冲出军毯，冲军毯的这种感觉。没错，我问问他，你是不是在书本的打法里看到了你自己？好了，我们要看下一场了。我不信。我重新调一下，我重新调一下，趁着这个时间。虽然我觉得这个书本很这碧云很猛，但是打书本还是会被克。对，我趁着看这张什么图吧。趁着这个时间继续调一下代理啊。嗯。好了啊。呀，这怎么又卡了吗？哎呀，很正常的，开始卡一下，很正常的。代理不给力呀、啊，感觉。代理不给力了，这怎么办？用日本的代理看看，说不定日本的代理还是有点前途的。지금이제왜바로경기가못들어갔냐면요변현우선수가잠시그레프리에게뭘요청했냐면지금손이너무저린다退局 TV 这个舞台设计的还是蛮好的，我蛮喜欢这种风格的。看看日本这个代理行不行啊？他们这流推的太高了，不行不行！哎，不要说了，你不要怪别人流推的高，要怪就怪自己的网络差。好不好？是是是，我们网络差，我们网络差，我们的错，我们的锅。的确，的确是我们的锅。我们的锅。好，下一场了啊。嗯。我去喝口水，你先说着。去吧，去吧。好了啊，这张图碧云也得死。封神之地，我不信碧云能够逆天。刚才那盘真的是书本，我告诉你，只要打超过20分钟，20分钟以后书本就是个弱智。20分钟之前，他的暴兵运营、防守，任何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只要一过20分钟，他脑海里就一个字，就是冲。是这样的，你把解放者先架好，然后你就勾他，他就冲了，对不对吗？是这样的，
不，反正他就冲，反正你反正就架在那边，你架再多他都要冲。对的，我这个图兵不好打，我觉得还是这比赛会以3比1的比分结束。难道书本又要拿亚军？3-1啊，冠军啊，书本。万一他拿亚军怎么办呢？一赔二。我不管，我就要拿亚军。我不信，来不来？我不来，不来，不来。这张图太难。但这个图你，我告诉你，书本输不了这个图。对，这个图跟上一个图完全不一样。上一个图如果是对点的话，冰云也赢不了，对不对嘛？上一个图因为是近点，他一直压书本四基地，压得太舒服了。没错。哎，没道理的，主要是没道理。太莽了，这个人。莽呢？说实话，我觉得也很正常啊，莽很正常，但是没有像他那么莽的，乱莽，关键是。我觉得这盘如果冰啊前期不占什么优势的话，打到中期啊就会很难弄了。对，但前期他这个开局占不到便宜啊。嗯，他这盘是 VF 开局嘛，出火车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了，你们不要小看九阳神功，书本也是练习过的。在骚扰的开局，在骚扰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对吧？就不要忘记不能。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会直接出十条狗呢？他觉得对方是两船兵，然后他是抱十条狗去骚扰一下。他每盘都这样打的好吗？你现在应该比我快，我刷一下。是吗？你刷一下，刷一下。他每盘都这样的，你知道吗？每盘就出十条狗压一下，然后就三开了。妈，刷一下吧，自己刷卡了，我靠！但这十条狗出的有点好呀。你现在几分几秒？怎么就十条狗了？你几分几秒？差不多呀，三分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一样的。开掉了怎么样？这十条狗，他每盘都这样的，就十条狗能占便宜就占，占不到就算了。关键助卵猛，所以说损失一点无所谓。对，几条狗，几条狗而已嘛，他还可以绕你。细节很好，看你走了我就动。对，他房子都看好的。好了，但冰云很聪明哦，回来了，绕了一波。他还是很了解书本，对吧？很了解。刚才估计也是看了书本打公明后的比赛，所以说懂了，知道他喜欢绕狗。我告诉你，关键是那个房子停的位置太明显了，你就在看我有没有出门嘛。两个人心机啊，都是蛮深的。重新连一下。好了，哎呀妈的，这种连他妈的一兆的下载都卡了，这受不了了。好，这波狗绕的还不错，能打乱一些节奏。不行，我就看高清了，反正。看高清吧，最后连一下，最后连一下，不行我就看高清了。这条狗还可以哦，在里面四基地。现在运营方面，书本又领先了，领先20个农民。算，看高清吧，看高清吧。我这个网还是今天下午找不到好的代理了，没办法了。只能看高清。对啊，算了吧。哎，要不要去看狗男女的吧？比高清还好一点。那你去看狗男女吧。我去看狗男女。我待会儿，我待会儿那个换过来。我去看狗男女的，狗男女的比那个要好一点。
我操，狗男女的怎么也那么糊啊？我看错了，吓我一跳。我看到那个，我看到高清就好了，看到超清，看到来源。好了，狗男女的 720P 的60帧也比刚才那个稍微要好一点啊。这个局势避孕不好打呀，反正他们的打法，书本的打法就龙狗毒包打到底，我已经看出来了。这局真不好打，我觉得关键是首先避孕这个运营就没有对方好。哎呦，又被穿狗了，又被到了，这虽然穿不到东西但很烦，他不停的搞你这种小狗，而且这张图本来就难打，这已经穿成白痴了，已经各种穿。这张图没办法，这个穿狗让我看到了接班人的身影。哎，用不用得着这么细腻的穿狗吗？哎，你说他没有智慧，我这只不过穿狗，我觉得很有智慧啊。不，你不觉得吗？他已经把穿狗练成了一种不需要思考的境界。我只要穿就好了。兵被穿惨了，这波穿狗。又死了11个农民。兵本来好像是想打那个火车侠带四川兵一波的。我发现这个节奏啊一紧，我们再也看不到碧云的诸葛连弩了。哎呀，操作不过来呀、真的再也看不到碧云的诸葛连弩了。他他妈永远在被穿狗，他怎么连弩吗？好了，两波兵合在一起拼一枪，但是这波我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啊。他飞龙出来了，这波拼不过。飞龙出来，主要拼不过兵就死了，毒爆速度好了，两攻两防也快好了，这波怎么拼？对，他要扯多线。那这边军坦铺的有点好，关键是飞龙出来了，打完跟以前不一样，就打完以前可以装兵走，现在你装兵走都走不了。这可能我觉得，哎呦，飞龙出来了，真的太压力太大了，这波飞龙出来，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书本为什么能够干碧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了，就碧云的两船兵飘不起来，外面你一飘就死兵，一飘就死兵。这个真的是风格的问题啊！对啊，你很久没看到出飞龙的冲突了，而且是那种爆飞龙的。这个兵要追吗？不然回算了吧。但我就觉得书本这个打法呀、真的飞龙被解放者克呀，打着打着就飞龙就没用了。那你就错了，我告诉你一个事情好不好？飞龙的确被解放者克，对吧？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出了解放者，你出了解放者之后，你就没有运输机了。我吃完你之后，我把你运输吃了，你的兵就很残了。也是啊，也是个说法，好不好？这个东西。啊，这一坨兵兵运有点厚哦。没关系啊，你敢不敢过来嘛？我在军场上滚死你！你敢来我就滚死你！这三个毒爆什么意思吗？去这个局面呢，其实正常情况下来说的话，我觉得碧云是我不能说他有优势，至少是不劣势。是这样的，书本这个家伙他不喜欢迅速跳三本，所以在这张地图上反正你就龙狗毒爆嘛，碧云只要猥琐把自己CD开起来还能打的。没有，这个图我觉得，哎，退的，退的，这个图我觉得碧云不好打，我可以换家的呀，干嘛啦？书本会换家的。我错了，他没有这种智商。书本不会换家的呀，他是要刚正面的脾气，他没有这个智力，我高估他了，高估他了。你让典韦换家，你这不搞笑吗？也是，他如果有这个智商的话，刚才就已经结束了。典韦怎么可能换家嘛？典韦就是要从正面碾压你，然后爽的一逼的那种感觉。
attack. He's got the numbers. He's got the upgrades finally. He's certainly got this element of surprise. 我不会换家的，我要 A 正面，你来嘛，你从两边来是吧？我看他这个样子就是要 A 正面的。哎，我告诉你，这波。他要假，他要假，来啦，来啦！这就是你的华容道，太他妈莽了，莽穿了，假死了呀，假死了呀，太莽，假死了呀！哎呀，逼晕呐，被假惨呐，这不。妈，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你看那个战损，你妈已经输了2000多战损了，他就是要把别人滚死。你不要管呀！为什么那么莽嘛？被夹惨了，刚才散都没地方散。哎，这个妹子穿我们 X Team 的队服，哎，哎，冰冰的女朋友，这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 X Team 战队队服只有韩国就一件嘛，件对，不是，我知道你说是冰冰的女朋友，但是刚才她坐在下面跟另外一个男的很亲密的动作呀，哎呀，冰冰的弟弟啊，那是，哦这你都能够圆回来，干嘛？好了，解放者又被强吃。书本要是真的，每盘都好好的像大可那样去引一下雷，他猛很多。但是他不要，我他妈就要 A， 我就要莽。这个其实这个本来这种多线啊，就双线的牵扯，其实兵最强的一个地方。对啊，然后多线头那里哪里有狗？ 是这样的，他是正面，你比如你狗毒爆对吧？狗毒爆。然后我打不过你，我直接投你主矿，然后侧面两船兵是这样子的。对啊，哎呀，飞龙，先有飞龙，所以说这个是就不成立了，就跑不掉嘛，投不进去了，你的兵跑不掉呀。这样的话就让兵这个多线发挥不出来，然后你还在被多线穿狗，这个我不信的。你想，他就滚农民啊，我不管啊，这。我就滚农民啊！我不管，我就滚农民。这都行，打掉了呀！好好好，你屌！比云正面，你吃个基地而已啊，又没人影响，他牛已经出来了。哎，不过我发现这盘书本好像很冷静啊，你发现没有？如果刚才的话，可能那波就上了。干嘛？我叫书本了，我的矿凭什么被你打？对不对？这个图的确是地图优势的确有点大，而且本身书本的基本功说实话也在碧云之上。其实书本的这个到后面其实他的飞龙出不了太多的，这什么意思吗？哎，这是什么人吗？这个是个，哎，他不会又被翻盘了吧？基地被咬爆了，基地爆了，基地爆了。哎，我觉得碧云也已经受不了了，操作不过来了，已经操作不过来。哎，主要是莫名其妙地方开战，对不对吗？对啊，我们都没看懂，那狗怎么可能那波怎么会上的？那么打完了他还是180多人口，这什么人嘛？他运营好，真的运营好，他助卵好，真的。你发现没有吗？他永远的啊，他只要死一波兵，永远都几十条狗在造。啊，你冰晕散，他肯定要冲掉这个地方。不要急，不要急。他在等最后一波毒爆，等完他就冲了。什么都有，他肯定会冲的。这兵走到这里不就又要被夹了呀？赤壁嘛，又要被夹了呀！阿兵，你不走到赤壁来，你怎么可能不死啊？他不夹你啊，他要从正面怼过去，就滚了，平推过去了呀，这不可能挡得住的。哎，妈的，这是个什么人呐？死了！我告诉你，这波不要闭晕了，就算阿尔法够来，也不可能挡得住的。对对对对，莽夫，你妈的书本！哎，点位！哦，许褚，反正就是莽夫，你妈闭晕被滚惨，闭晕被滚惨了。说明闭晕现在在韩国啊，也被这个进，不是说被针对，就被人熟知了已经。对，
就竞争力不可能像以前那么高了，这也没有办法。我靠，这狗男女他们两个是去现场解说的？废话，你以为呢？那可以啊。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转播啊下午场就结束了，下午场结束了、嗯、然后我们晚上那个八点晚上八点钟我们再来播那个宅男杯啊，我们也去休息会儿，因为晚上还有、嗯、晚上见，拜拜，各位拜拜，晚上还有恶战啊，拜拜拜拜、我去菜场了，拜拜。